忍者飞檐走壁，栩栩如生，突然现身现实生活，增添乐趣。婉约窈窕的日本艺妓在江户时代吉原花街欢迎贵宾。这里是东映太秦映画村，带您体验日本传统文化，感受拍片的身临其境。他可是一般游客，花了12000块日币化妆成艺妓，体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春なので桜をちょっとねバックに映画とかでもありましたのでちょっとこうここは撮影も行っておりますし観光でも多くのお客様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就是新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园区一样，一方面能够拍电影，二方面能够体验，还有电影评审的场景让游客宛如身临其境。有传统的电影场景，还有小朋友最爱的航海王、乔巴、鲁夫，微妙微笑。东映太秦映画村收藏日本拍摄历史片的道具，场景逼真，仿佛进入时光隧道。东映太秦映画村将电影场景变成观光景点，让游客体验日本传统文化，也行销日本的文创产业。